我当初怎么会收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？太让我失望了。各位，借着今天的聚会，我想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墨染，从我见你的第一面起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 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墨染，你已经和霍金燕分手了，就让逸城陪你重新开始吧。谁说我们分开了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和墨染是合法夫妻，建一城，反倒是你。 你有什么资格向墨染求婚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事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说。你可别忘了，骄傲女泄露你的事情可不正确，难道是？你才威胁我什么？这就是一个录音罢了。你如果真的想污蔑我，什么录音你合成不了？你不承认。 有人承认，简总，当时 FUI 出现了严重的债务问题，需要大笔资金。这时候，简一成找到了我，说只要能搞垮雨泥，就能帮我脱离危机。结果是他让我陷入了绝境，我现在才知道。 所有的资金都流向了你，一个不知真假的录音，一个已经信誉破产的证人，你到底怎么证明这些是我做的？怎么证明？你跟警察去说。严一成，你涉嫌诈骗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我当初。 怎么会收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？太让我失望了！别打了，赶紧跟我们走。墨染，二叔对不起你。 从今天开始，简氏集团就交给你了。二叔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怎么了？ 只是没想到，结果会变成。